台湾艺人林心如3月27日晚现身香港中环出席活动，她这次专程到香港欣赏艺术展。谈到林心如和霍建华的女儿小海豚现在已经2岁了，不知道小朋友在家里时会不会经常涂鸦呢？有，他现在有在上一些涂鸦课，其实不能讲画画课了，就是涂鸦课，然后老师教他们，他们就跟着画，他已经画了大概有5-6幅画了吧。嗯，觉得他有天赋吗？我觉得现在看不出来耶，因为都是老师说，因为他们都是小 baby 嘛，小朋友嘛，就老师说一个他们做一个，所以好像还不是在自己创作的这个过程。会有遗传到你们的演技什么之类的？哦，他演技挺好的，很会装哭。另外都说小孩子出生后到差不多上了学，家长才可以稍微的休闲一下，不知道林心如霍建华夫妇平常育儿辛苦吗？不会啊，很开心啊，每天都很开心，就是有空的时候就陪小朋友玩，然后陪他讲故事啊，或带他出去公园啊走一走，我觉得蛮好的。此外经常看到林心如在社交账号中晒厨艺，对此他就表示甜品都是做给家人吃的，辣的东西当练手，自己吃很少，但听说霍建华很贴心，每次老婆煮什么他都吃光光。他还算蛮给面子的，再难吃的他都会吃一下。魔方传媒香港报道。